每一位学生拢提无同款的兵器，有的是感觉真青春没关系，有的是相当的实力，使甲同学做伙做出动作。这是客家中社宋江镇甲北门高中首次合作举办的体验课程。今仔日吼，咱四月十三号啊，咱交迄个北门高中吼学生吼来做一下宋江镇的研习课程啦吼，啊吼，咱的一挂学子吼，当了解咱的宋江文化，嘿，啊来嘛是因为吼，咱这边因为少子化吼，啊所以吼咱。宋江镇的队员也招募不易啦，所以要透过这个关系吼，会当讲会当招揽一些学生来吼参与我们宋江镇的镇头演练。台南是众神之都，镇头文化对在地学生来讲，嘛是日常生活一部分。因此，庙方特别给学生是在手提宋江镇的兵器，感受对拍的乐趣。其他有更多合作的在加入宋江镇的行列。宋江镇本身，它其实就是从古代的团练。镇头团练或是地方的一个保卫乡里的组织慢慢延续发展而形成的，所以它本身又具有治安的保安的功能，那又具有了一种就是文化舞蹈体育的一个功能，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想要把这些比较偏向文化的观念呢传达给学生。参与体验的学生表示，透过这节课，才了解更加多宋江镇的兵器和阵势，并且知影要传承一个镇头是一件多年无简单的代志。咱天视幕僚山下加采访报道。